有口罩，那不行吧？三个菜，四个菜。然后后面的话，你们就可以不用加水做饭了。好，说这边那个现在国家馆饭啊。加油！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6点钟，那么这里的开饭时间呢也到了。 这个医院长特地准备了盒饭，而且刚才呢，护士长不断的在提示这些，这个还在隔离期的这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属，可以告诉他们不用再送饭了，因为现在呢，医院里已经有饭了，一个米饭，四个菜，有饭盒，护士从头到尾挨个送到病床前。